在做报告啊。陪我忙好不好？你是卤味摊的妹妹吗？什么是卤味摊啊？好啊，你想玩什么？都可以，我玩点那石头布。那我们只能玩三十秒。三十秒对，好啊。然后做报告。好。剪刀石头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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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我要做报告了啦。不要啦，哥哥陪我玩。你改天再跟你玩好了。不要，你跟我玩。哎哎。嘿嘿，你怎么在这？哦，你不要玩个手机啊！我报告做完了，超爽的。真的，恭喜你。虽然很爽，但是刚刚有一个非常不爽的事情。什么？你知道啊？你就是卤味摊的工读生嘛？对啊。你知道妹妹刚刚吗？找我玩。嗯。结果你知道，我说我要做报告。他拿梳子丢我哎！怎么可能？他平时还蛮有卤味老板，对他还蛮管教的啊。可是我觉得，可是我平常看到他就是在地下室这样乱跑乱跑啊，然后常常撞到人。真的吗？听说会有拿巧克力狗人是不是啊？怎么可能？头发？怎么可能？我狗女在头发肯定暴怒的啊。但是我跟他很要好，他从来没有拿巧克力狗我哎。所以是你是真正的有遇见。他拿巧克力狗人吗？这个我不能评论，但是我是觉得学生没有必要去，就是他没有动机去攻击卤味摊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而且刚刚他拿梳子丢我，确实是事实啊。真的吗？我不敢相信。对吧？我觉得，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在 D卡 上，就是因为最近很多这种文章嘛，顺便也剖露发表一下我的意见。我觉得不好吧，因为在 D卡 上面匿名剖文这样，而且搞不好有很多人会跟风，就是一起骂，但是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不好吧，我觉得你不要。好吧，那我再考虑。好吧，那我去打工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好，加油。那谁理你呀、啊？真是神经病哎！那妹妹夸张成这样，我还不骂她。这口气我实在没办法吞下去。既然那么多人反应，那我一定要来 po 个文，妹妹你死定了。同学啊，最近学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？最近。老板，有人在 D卡 上面骂你女儿什么？他们骂你女儿说拿巧克力乱勾人，然后还拿梳子丢人，很没有家教。怎么可能啊？美美怎么做这种事情？真的啊，不信你自己看。太夸张了吧？这些同学是怎么样啊？为什么会说我美美发生这种事情？她平常那么乖，怎么可能？啊、你有看到她做的事情吗？没有。这些学生怎么这样子啊？他们这是美美只是在跟他们玩，为什么要跟他计较、啊？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？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我当下我也没有看到。老板，还是我觉得我们先去查证，看有没有真的这些事情。好，那等一下我来质问一下妹妹，然后我再跟你讲怎么处理。好。对，妹妹，我有件事情问你来一下。今天在学校就看到一些文章，哎，说你用拿巧克力勾别人是真的吗？巧克力？有吗？没有啊。没有。没有。那你有拿梳子丢别人吗？丢别人没有啊。嗯，我都自己玩自己的。哦，那你有在地下室乱跑吗？乱跑，我走路。怪，这些人骂得那么难听，说什么没家教、没礼貌，我家妹妹怎么做这种事情？哦，真莫名其妙哎！我一定要好好跟他们这些学生好好谈谈。同学，回家看了。这些同学回应，然后又问了妹妹一下，我发现都没有这件事情啊，妹妹都没有说没有。真假的？北上的学生怎么素质那么差啊？先不讲事情的对错，他们跟一个四岁小妹妹计较就已经很有问题了。那可以请你帮我截取一下他们骂我妹妹的图片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对，然后我想请你帮我 po 一篇文。什么文？就是可能要先澄清一下妹妹她没有做这件事情，然后顺便跟同学讲一下她们这样做太过分了。
对，我可能会对他们做提告的动作，叫他们暑假只能收我的传单就好。开始。同学。等下等下，对不起，我刚要讲话。那在一二就好，你在一。好了。开始了吗？我。现在开始。开始。开始了。没死定了。